艺人纪宝如、李炳辉、小优、徐小花，还有挺着孕肚的蔡云杰，在劳工的护花下，19日跟大家一起出席红星智慧不老银行公益活动。怀孕的状况啊，就什么都有啊，吃全餐啊，又肿又肥。然后有一天我躺在床上跟我老公，他说 ：“Baby， 你的肚子只剩下脂肪哎。”然后因为我第一次当妈妈，所以我很害怕。我第二天马上跑去妇产科问他说：“请问孩子的胎有没有心跳？”因为不是这是什么对话？不是因为你要到第四个月的肚子才开始慢慢的大，会觉得当妈妈第一次嘛，好像什么都很新鲜。这么多的。我现在是4个月，我已经胖了7公斤。哇，很辛苦哎。说到宝宝性别，大家都很期待，结果现场竟然出现咽喉画面。好像是没有嘞，你摸的时候是尖的。真的吗？都是尖的，哪里？我现在大家都通通要来摸一下。对，辉哥，辉哥，你没有摸到，辉哥只是辉哥，我摸了会胡思乱想。现在特别怕是女生，所以我觉得我有被她影响。因为女生就是感觉就是要多保护这样。就是她其实她想要放养，她如果是女生，她肯定就没有办法。她对这个社会没有信心。不过男孩女孩都好，对都好，健康健康好，对，叫她加入 GP 人格，对对。没错没错，健康最重要。而红星智慧这次公益活动长洋葱选在林行导演逝世周年当天，为打造不老银行的概念，是指每一位长者代表一份永恒。爱心大使们也呼吁民众可以报名加入照顾服务员职前训练班，或者可以透过认购红星智慧联名公益口罩来做公益哦。